我们这样真的好吗？不然你妈肯定会把钱原封不动的还回来。这里停了这么多车，她能还10年。真有你的，这也想得出来。只要老婆和丈母娘开心，我什么都想得出来。那婚期可以提前吗？下个月真的太久了，下礼拜行不行？反正我都准备好了，只要你同意就成。行吧，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，勉强答应你吧。勉强。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是啊，是啊。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